和死神抢人罢了。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上班，你在家里要乖乖的好不好？我必须跑得更快，才能跑赢时间，才能从病毒手中抢回更多的病人。我和其他护士不一样，我是汶川人。我报名，我参加过抗击非典，敬业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不计报酬。无论生死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让我们静待春暖花开，中国加油！